68买的，现在27，我是傻逼。27买的，我是聪明蛋。走，开始玩。不行啊，要拉粑粑是最烦的，真的，每次开播都要拉粑粑是最烦的，真的，我不愿意拉，一直拉，我饭都没吃完就想拉了。战役测试版，什么战役测试版啊？他这个到底怎么样保存啊？在哪里退能保存啊？我第一关到现在还没过去吗？好惨哦！我感觉我第一关已经过得很熟练了，可是为什么？哇，这个加速更快！哇，这个摩托车也太猛了吧！哇，这个摩托车也太猛了吧！感觉还是这种戴头盔的比较好。比较牛批，有 DLC 就有这摩托车，我有 DLC 呀、啊，我有 I'll send a DLC，few of our boys to help you out. 我有 Try not to DLC，为什 kill 么我没有摩托？把所有的选手都干掉，我就是第一名。把所有的选手干掉，我就是第一名。不跟你们讲任何多逼逼了，直接我掏我的枪了。为了胜利，我将不择手段。完了完了完了！哇！只要淘汰所有的玩家，我就是第一名。
去打第一名去。这第一名他好安逸，他一个人在前面，这人好安逸。这第一名跑太快了吧，这第一名跑得真快，我好残忍。没有办法啦，我就是这么的残忍啦。万年老二没有死亡的情况下到达那个点。A corpse here won't hesitate to kill you. 这个还 挺简单的呢，这个。只要我不杀人，我就不会死。嗨，你好啊！嗨，哎呦妈！这车车撞我，这车车在这边乱开。喂，哇，这个车！兄弟们，你们看到没有？那个车他过来撞我，好离谱哈！哎，你看这车，你看这车，他是撞个人吗？你看他。我先走了，你们慢慢在这边斗殴吧。这车专门撞人呐，我算是发现了。哎，完了，被偏离轨道了。是你逼我的，小子，给你。你逼我的，小子，好，你逼我的，再见。Nicely done. That bounty's so close, I can taste it. 我完成任务了。最大升级自动武器，这有什么用啊？勇气徽章，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有啥用。XP 是啥？要不升级一下我的枪吧，升级一下枪吧。第三名。I'll put in a call to some of our allies in the area. Keep your eyes open. They're here to help. 只要把所有的选手都干掉，我就是第一名。在我面前开刀，哦不，开枪。
轨道了，应该没事。还有几个人啊？我怎么前面还有那么多人？我先去前面杀一波，前面的人太跑太快了吧。跑这快。Fuck yeah. No mercy for these reapers. 我要拿第三名，我要拿第三名的。完了，我看不到了，先杀一下你吧。要没戏了吗？耶！哇哈耶！我是第二名。Don't get too cocky。又是老二，又是老二，又是老二。生命加大一点吧。干掉高层，又是这个拉垮的人，感觉已经跟他对抗过很多次了。我好想把我的游戏保存啊，过了的关就不过了，反正一直在玩同样的关卡。太简单了，每过三关自动保存吗？为什么我没有保存过啊？他不让我保存，他都不给我保存。Across these rooftops and don't look down. Grab some jump jets if you can.
去了怎么办呀？我这泽泽咋过去呢？谢谢喷火龙的两个飞机，谢谢火龙，谢喷火龙。We're gonna have to speed up if we're gonna have a shot at that bounty. 没事没事，打赢怎么打呀？哪里还有心思打人呐？回一下血吧，要不要死了。你说我现在退的话，有没有成绩啊？会不会保存啊？我现在退的话会不会保存啊？这个哪个是保存键啊 ？The bounty's heading into Sigma territory. The Sigma seek perfection through technology, but don't let the flowery language fool you. They're walking abominations of steel and flesh. It'll kill you without a second thought.我去哪了？那要怎么样才能保存啊？这些车真的是，嘿。
button coward's hide behind all this tech. You've got to push it. One kid. I guess the mine's still the greatest machine. 哇，终于拿了一次第一名了，第一名好难呀！第一名是真的难，还可以升级我的猎枪，有必要吗？也可以，喷子还挺帅的。确保我超过他们。Can't let Lee Sigma take our bounty. 我懂了，嘿嘿嘿。又开始下三滥了，我要在后面放音枪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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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呦！哎呦！完了，他们两个，哎呦，我不跟你们搞了，我真的好变态。哎，我先走一步。我一打架怎么就两个人夹击我呢？啊啊！再不给我保存，我要死了！我感觉我要嘎了！又让这个敌人下架，又是一个敌人吗？好像是的。Good fight. 后面这几个跟班有点讨嫌哦。
蛋，我要跟着你后面问，先把你打残。嘿嘿，我赖。咋啦？你要跟我 PK 吗？来呀！来呀！哎哎哎哎！哎呦喂！叫帮手，叫帮手！他你看到没有？他不跟我 PK 了，他在旁边叫两个人，一直在这边搞我，离谱！你就离谱！你就离谱！你就你就离谱！你就离谱！哎哎哎！嘿嘿呀！被撞了，不行，我要打他，我忍不了了，我忍不了了，我忍不了了，我忍不，哇哦，哇哦，啊，我忍不了了。兄弟们，啊！真的都被他跑了！Let's just focus on the assassin and get in that bin. 我准备放鞭炮跟他拼命了，我都，这都让他给跑了。升级我的剑，我觉得剑没有什么好升级的，升级个攻击好了。Jump jets or motorbikes isn't exactly a tested technology, so we're good luck. 完了。What a pity. 哎呀，烦，这个关卡用过不好去。然后我起码前面的得保存吧。他不会前面的没给我保存吧？那我就心太炸。我离开这个菜单，我就会失去未保存的经验。我还可以更新一个东西，应该保存了吧？怎么样都保存了一点点吧。我刚过了那么多关，这游戏有点傻逼。我真的发现这游戏有点傻逼的一个点，就是它不保存的。又是
第三关。我玩不了啊，我每一分都不保存，我除非通关了。三就是刚刚又是同样的关卡，玩个屌。每天都在玩重复的关卡，又是这一关。Heads up, we got some jackal reinforcements heading your way. 到底怎么保存啊？我受不了了，我要骂人了，我要去评论我是傻逼了。还有你们说 F 可以飞是什么意思 ？F 可以飞，想把你杀了，真的。Think you're tougher? Wait till you're in my sights. Gold is 什么玩意儿 ？Gold 我感觉 Gold 从来没有用过呀。我就觉得不难了，那个关卡又不需要杀人，只要能飞过去就可以。哎呀妈，就是飞不过去呀，不会飞呀，不会飞呀。I know these reapers are tough, but they're also dumb. Use that to your advantage next time. 我现在可不可以保存呢？我不能保存，真的好痛苦。我刚刚都从这个地方走到中间来了，他都不让我保存。到底怎么保存的？这傻屌游戏。
倒立摩托砸保存的。我先搜一下，我不能再接受，再保存不了了，我会惹的。Red, 弱 AD 的弱的 Red 的 DP Potassium 怎么保存？公路救赎怎么保存啊？好多人都在问怎么保存。在说啥呢？我搜不到。死的时候用 XB 生死东西，有个六就是第六关。哦，我要点技能树的时候去买吗？ Those rapers want that bounty as bad as you do. Don't let them catch that assassin first. 那我还不一定有钱呢，等一会儿。毛病，我觉得。这两个鬼可硬了，这个不怎么硬，这个一刀应该就没了吧。哎，你咋一刀都还有啊？你不是没头盔吗？这没头盔的，这不是应该一刀就没吗？ That'll show 'em. 这人看起来好猛的样子，他这装扮。就这，也好吧，穿着帅而已了。怎么这么快就到了？这图才刚开始就到了。The assassin's about 100 clicks out. Push through Reaper territory and get after it. 这一把是要跑速度，好像。
车炸了，我真的是烦死他了。啊，你走开。哎呦我的妈呀，哎，搞个屁屁啊。就是很离谱啊！嘿，1600块！哦，我知道怎么保存了，我终于知道了。直接加伤害吧，不多 BB。You should have gone home, Jackal. At least now I can watch you die in the desert like a vermin. 哦，又是这个老鬼。又是这个老鬼。左下角我知道啊，那是进程嘛，追不上了都，他跑好快，这我打不过这个人，他会格挡。哎，我操，乱格挡，你怎么这样？我这就很烦了哟，我生气了，给你吧，你格挡慢慢去挡。The Reaper's leader gives you a clear path out of their territory. Keep going. 他骂我。至少第三名，哎。Do you have any idea how many people I've killed, Jack? You better hope you don't catch me. 开始了，兄弟们。
级去了。等一下，没蓝了，没蓝条了哟。哎呀，空中加不了速，只能在地面上加速。空中是加不了速的，只能在地面上加速。算了，死了算了，过不了了。算了，提前了，提前嘎屁等一下，这为啥吃不到啊？这为啥转不到啊？吃一个。There, kid. Come in. You call me? 我真是服了，这里还要搞个缺口，你妈缺德吧你！这我还要升到这里去啊？我能不能把这些取消啊？我后悔了。这游戏好鸡肋呀！我要升六级，我要升到这里，我这前面全得删。这好鸡肋呀！取消行不行？我把这些取消行不行？这些能不能取消了？怎么办？能不能取消啊？看得我好烦，我还玩的我还好烦呢。就是说他这上面这些技能都是摆着看的，给人摆着看的，有毛病，这样设计有毛病，把你把存档放到这个里面存你大爷。
看这个图哎。去了呀！谢谢情人，谢谢情人，醉酒未红颜的五个空投，谢谢。F， 哦，还有这个家伙吗？不早跟我说！我的天，还有这家伙 ！Well, you're still alive at least, but so's the bounty. So get moving.可以这样啊！这是什么模式呀 ？I'm hearing a lot of activity on the police band. 谢谢情人，谢谢情人。我不是没看弹幕，我是确实没时间看弹幕。我都玩成那样了，我还看弹幕，我怕是疯了。我看不了弹幕啊，我那个会儿。那玩成那样了，我怎么看弹幕啊？谢谢情人，就说我这一把也能喷。这个好像也能喷，这把我要干嘛来的？消灭目标。我怎么一个人没看到啊？我不会跑反了吧？诶？
guess he won't be collecting a pension. 不要电击我，这是新的关卡。结束了吗？怎么感觉没音乐了？音乐呢？我的音乐呢？没人呢，到了。哦，没到啊，人呢？哎，哇，什么情况？ You're a fucking artist. The road's your canvas, and you paint it with blood.谢谢情人的116张办卡，我跑翻跑歪了。这个还可以，这个至少还是新关卡玩的不那么腻了。第三名。I apologize, you're riding. Is it fit for my bottom bits? 这一把要拿第三名。嘟嘟嘟。Hello. 哎，哎呀，他们跑了！只要杀掉所有的参赛选手，我就是第一。三队打，哎呦！哎呦，好痛啊！哎，给你一脚，哎，给你一脚，是你逼我的。One less Reaper to claim the bounty。是你们逼我的。Time to fight your way across our borders。你们逼我用我的枪的。Silly jackal! 我本来是不愿意用枪的。哎呀妈！哎呀妈！ Keep smashing heads. The less people to worry about, the better. 是他们逼我的。谢谢情人，谢谢情人的电音小子。这个就。给你一下吧。Hell yeah! Show 'em what the jackals are made of. 我是第几名啊？又是第二名。万年老二。谢谢情人，谢谢情人。升级我的近战武器吧。又是第三名。哎，这是新图了。This is what you get when government-trained killers decide to put their skills on the open market.这 F 我真的没怎么用过。And your weapons live. 谢谢情人。这是扔炸弹的那个头上一个红色的标，你看到没？前面有人扔炸弹，离谱！就扔，就你扔，你扔炸弹，你不觉得？觉得，哎呦，这个好难打中，哎呦，我打不中，哎呦，这种情况你还要杀人吗？你们好恐怖！啊，可以，我逐渐掌握技巧啦，我逐渐掌握啦。哎呦妈耶，连砍我两刀啊！你好赖啊！想跟这个人 PK 一下，放炸弹的好像没有武器啊，这个加血的跟他 PK 一下。哎，怎么看都不看我一眼，这人。
们去把这个第一名干掉吧。哎呦妈呀，这第一名跑的是永远都是最快的，跑的是真快呀、啊、这人啊，追都追不上啊，他是飞车选手吧。完，这打不到啊，这完了，还被超过了。我要加个血，把这加血的弄了吧。You're unstoppable. I almost feel bad for you.不行，做不到那个人，那个人太快了，他跑得真的快，又有二百多了，我感觉我，哎，这是干什么？追掉小刺客，是幻化学 ？Oh no！ 这个我还有点不好玩，因为他这个飞。这个汽车它砸下来老是打到我，你看这，哎呦，就很离谱呀，这个汽车。这汽车太离谱了，这个汽车太离谱了，都不敢打架了。哎呦，这汽车。好多汽车，哎耶，我想远离这里，先走吧。这个地方这两辆大车子在这边太恐怖了。丢点炸弹好了。我这真的没想到，我的天，这个人一个斧头榔头他可以连打我两下，瞬间我就只有半血了，直接被秒了，我的妈，太离谱了。我要升这个六，我得玩多久才能升这个六啊，天哪，为什么我升不了下面的呀？我钱不够吗？为什么我点不了啊？这么坑吗？直接掉了，这么离谱吗？什么意思呀？我买不了，我现在点它没用，没反应。我必须要买这个摩托，我才能玩下面，才能升到六到九啊！好离谱呀！
不行，我现在点哪里都没用，卡住了。我现在点哪个都没用。卡住了。好离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啊，卡了。九才能解锁六到九啊！不是卡住了，我摁空格摁什么都没用，我摁 ESC 也没用，我现在摁什么都没用，按空格啊，摁了呀，铁子们，摁了呀，空格呀，回车呀，空格呀，回车呀，卡住了。我重进应该就没了，我直接游戏卡死了，太离谱了这游戏。回车也没用，就是卡住了。卡住了，他已经卡住了，点不了了。我感觉这个游戏有 bug， 你要升中间，你要把这个后面这一部分打通的话，你必须要把前面都升满才能打通，或者要升这种，要把这下面也打通，然后这里才会解开。然后这里解开了之后才能升六到九，就你要玩很久很久很久才能保存六九的进度，就很扯，太离谱了。我觉得这个设计有点点恶心，就是那种有点强制性的让别人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不要升满，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有点离谱呀。像我这种人，就玩了半天，我都只能玩同一关卡，就非常的拉垮。玩了半天，我都只能玩第三关，从第三关起，这地图都已经玩得快吐了，还不能玩，然后还卡死，好不容易打一波，存了300，然后卡死了，真的要恶了，要恶了。要我了，好不容易玩一波还卡死了，不行，我要去评论一个我是傻逼。我要去评论一下，我要给这个游戏留下我真挚的反馈。怎么评论？我还从来没给人家评论过。嗯，像他们一般是怎么评论的别人呢？只能退款，不能评论。这应该可以评论啊。哦，